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今天来分享一下一个网友投稿的一段，这个是就是虎牙电影投稿的这个虚左右平 A 连招的一段视频嘛。他的连招技巧很简单，就是平 A 四下，然后到差不多的时候落地的时候，然后丢个一技能，然后再丢个二技能，这样子就可以连招啊。如果在差不多他连完招之后，血量就一点点啊，一点点。如果这个时候再丢一个大招或者一个召唤秘卷啊，直接就可以一管血秒杀啊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就是差不多了，我们看到血就那么一点点。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再丢个大招，基本就可以把对方给秒掉，对吧？这就是平 A 连招的技巧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会。好，那我们本期就到这期了，现在如果大家有什么精彩视频，也可以欢迎大家投稿到这个公众号伟哥解说或者头条号伟哥解说。然后感谢这位网友的投稿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